这个就很好练，对不对？来去 YouTube 拉的话，哦，上面那个有歌的歌名嘛，那当落播，然后看马上就会了，好吧？因为这个比较没有高低嘛。然后我们来看，第四页好不好？这一页有没有？这一页，今年25年，有没有？今年是平成的25年了，你们是成名吗？你们成名就可以过人家什么中华民国的年，对不对？你们要过日本的年，然后你们要学会一些基本的，对吧？好不好？啊，日语一定要念出来，不然记不住，好不好？来，出来记不住。今年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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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事长就代表秘书长的意思啊，然后他是姓林嘛，可是他日本姓叫武林啊。啊，我们日本的话很少在称人家，比如说啊，我叫吴清明宪，我很少在称，我叫人家哎，吴清明宪，我很少的阿四嘛，就这样玩的。比如说他姓小林，就哎，国外阿姐，就我阿姨，不会接着姓叫出来。啊，因为今天有这个，都是秘书长的那支笔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我们就直接就称他武林先生，武林老师啦，啊，这样懂吗？我的解释你们懂吧？不懂。好，谢谢。ここ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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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政府中央会館私たちの幹事長は竹林先生です。先生です。啊，这里是台湾政府的，这里是台湾政府的中央会馆。我们的干事长是武林先生。OK。好嘞。那大日本帝国，来，大日本，大日本，帝国，帝国，大日本。大日本帝国，然后在日本帝国下来，就是他们就日本国啊，现在叫日本国啊，但是我不知道说安倍修宪完了会被那个，你们知道安倍现在在修宪，知道吗？知道。好，那我就不用拿证明给你看。日本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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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天皇陛下，天皇陛下，天皇，天皇，陛下，有名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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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那个他的皇印，记下了，黄黄的那一个有没有？有名行事，有名行事，啊，皇居啊，皇居在，皇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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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居，啊，皇居是在日本的千代田，九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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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天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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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正天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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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天皇，昭和
天皇。昭和。昭和。天皇。天皇。那、啊、现在这个叫阿基多天皇。阿基。阿基。基多。基多。天皇。阿基基多。阿基基多。天皇。国民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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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関。下関。条約。条約。就是你们说的那个马关条约。啊，我们是说下关条约。下関。下関。条約。条約。平和。平和。条約。条約。講和。講和。条約。条約。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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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社。神社。靖国。神社。可是这个在基本上哦，这个靖国神社它之前是叫招魂社。靖国。就是打败，那这是打仗，然后人在国外死掉了，他们就会把魂招回来。之前是叫招魂社，是最后这近代啊，天皇才把它改成叫做靖国神社。所以靖国神社之前的它的名字是叫东京招魂社，就是招战士，去世的战士的魂把它招回来，就叫东京招魂社。Tokyo 修共享。Tokyo 修共享。来，往上。Kamikaze。特攻隊。哈密卡泽。哈密卡泽。特攻隊。特攻隊。你们知道吗？神风特攻队。知道哈、哦。那个有没有偶像片？神风特攻队的偶像片应该有，拜托找一下，不好意思。其实我查过，神风特攻队里面确实是有我们台湾的人在里面，但是那个时候我有去研究了，现在。有找到了，但是我还没有确定说哪几个就是，但确实是那三万多个里面有几个是，这是神风特工队。你们知道神风特工队的名字，它的什么由怎么由来的吗？自杀，是自杀了，但是该可以说是为国捐躯了。干死队，这些都是。啊，好像有一张是在台湾的小学拍的。还有另外一张，没有了。哦，多架这个飞机没有错，没有错。啊，在我们日本大概是十二三年前，我记过我看过就是一个历史的片子，就是说他在演当时神风特工队有时候他炸飞机嘛，不可能每台都炸到飞机，都炸到海，他就没死，那没死被美军救起来，然后送回去本岛的时候，没有人瞧得起他。因为他要上飞机之前都要喝一杯，这样子大概30-20cc的日本酒，然后，反正就是要去死的啦。啊，哎，党，哎，党对啊，可是你要去想啊，他在上面，那我问你，公你，对啦，问题是我要准啊，对啊，没有那么准嘛，有什么？是啊，是有，但是有一些没有那么准，就突然间。掉到海里被美军救起来了嘛？啊，回去被人家看不起啊！啊，当也是有一些台湾的，马是童星，也是有一些他爸爸也是这样子的。啊，我现在还在找，就是说要找一些证据这样，现在还在寻找当中，因为这太毕竟太久了。然后你们去想，他那个时候是去死哦，是去死哦。里面还有里面还有大概两三分钟的影片，但是我在忘记把它放进去。有些就是说你现在在这里起飞啊，起飞的时候，
有些就是14岁以上就可以上飞机了嘛，有些15、16岁的小孩子他还先飞到那个妈妈的田上面，哎，给他的机场啊，在种田，他跟他妈妈挥一下手，他才去死的。那真的是有这件事情，珍珠港，好像不是珍珠港啊，啊，因为他从日本飞到珍珠港，哎，证明哎这个飞机油不够，油不够了。啊，来看另外一个，换下一句。啊，因为他现在是因为不能打仗嘛，不能打仗，所以只能叫自卫队。接待。啊，请问大家有没有里面有没有高沙族的？有。然后记住你们高沙族跟平埔，因为高沙族就过来就平埔嘛，对不对？啊，要知道怎么发音啊，对不？不然你们成名日文都不会，怎么当成名？要实际好不好？塔加沙国，基本上如果说要真正翻成他们中文在讲的他们写的汉字是到期啊，可是因为他们虽然说一本小说里面啊，你们会认为说他比方盗贼妻子或什么的，就是不是他们真的讲闪电，所以这就是日本的汉字跟台湾的汉字是完全有些完全上是不一样的。在哪五位
你怕孤哟？啊，什么来孤啦，来骂我，我会孤干哦。我会傻。所以我在台湾，我很少去，有亲戚啦，但是已经都二十几年都没有联络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回来，我说：“哎，最近见面了，最近见高不见高？”听无，所以就文化不一样。哇，来。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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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にち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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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ばん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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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じめまして。はじめまして。はじめ。はじめまして。お元気です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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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お疲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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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様でした。お疲れ様でした。お疲れ様でした。ご苦労様でした。ご苦労様でした。頑張りましょ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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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邪魔します。お邪魔します。日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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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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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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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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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曜日。木曜日木曜日木曜日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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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曜日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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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曜日先月先月先月土曜日土曜日先月先月今月今月来月来月来月先週先週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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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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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おとといおとといおととい昨日昨日昨日今日今日明日明日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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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来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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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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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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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毎晩毎晩毎晩毎日毎日毎日今晩今晩今晩毎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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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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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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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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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今年は平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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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年ここ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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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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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会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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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たち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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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事長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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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先生で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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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先生です大日本大日本帝国帝国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
日本国，日本国，日本国，日本国。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认为说现在的天皇真的他的权力被 suspend 了吗？你们相信吗？其实我不太相信天皇现在被 suspend 了。有一张安倍的诏书有没有？右边就是红色一张那个。我一直在想啊，因为对我来说是个拿捉啊，是个疑问，为什么他会盖这个章？我就觉得很奇怪。有没有那个？安倍晋三那一张啊？太多资料，在找当中。啊、哦，不是，还有一张，那个安倍晋三野田。刚才那一张是安倍晋三在要修宪的时候，他发了很多张那个明信片，对着的明信片给很多议员，然后要他来修宪的，要就来，不要就不要来那种那个明信片，有没有？啊，不是这个啦，还有一张。哎，就是这一张哈、哦，你们可以看右边，它是安倍晋三的名字哦哟。然后这是内阁总理大臣任命。那你们刚刚所读到的明仁现在明仁天皇盖的章，他的平成24年，去年12月26号。然后之前那个农大，有没有想过说，如果说天皇的权力已经真正被 suspend 的话？为什么要他的章啊？对，我还在研究为什么要他的章。我在想，应该这是有原因的啦，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好，回到刚才那边。大日本帝国。日本帝国，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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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天皇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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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命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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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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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代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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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大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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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昭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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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明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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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国民家，国民家，国民家，下関条約。下の関、下の関、下の関、条約、平和、平和、条約、講和、講和、条約。講和条約。神風、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東京、聖言社、東京、聖言社、
台北在咖啡厅的地方，然后请大家往楼下移动，谢谢。